同学啊，都在家里玩，你来干活，心里有没有不平衡？没有，学的高数他们比玩还有劲。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呀。那你是什么命运呢？我是劳动之命运。24个小时中，我把13个小时都用在了这里了。累不累？累。累，那你还愿意在这做啊？嗯，能帮助爸爸妈妈，我就很开心。你长大以后的理想是什么？像一个不错的医生。哦，就因为和今年的这个疫情有关系是吧？哦。哦。